看，这位低头不语的杰出青年，他在思考宇宙的命运，还是人类的未来？不，他在跟妹子搭讪，这要比会上发言轻松，不怕说多错多。哦，还有这一幕不科学的美女与野兽，又有多少人知道，手指才是世界上最屌的泡妞神器？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聊天儿。如果你忙着聊天，远远看上去，工作特别卖力，就算是拥有三只手的人类，也没有机会拿走你的手机。走夜路再阴森恐怖，你也可以跟老妈聊得很温馨。不管你有多不开心，只要说出来，嘿嘿，大家都会很开心。他打破牛顿物理定律，神奇的让旅途变短。聊着聊着，我靠，坐过站都不知道。最凶残的是，他还能帮你减掉大肚腩，饭局上让手机先吃，最后发现连渣都不剩了。还有，他证明你脑子正常，一声不吭的，十有八九是变态怪叔叔。哦，对了，千万别错过任何一次群聊，你敢不在场，那帮没节操的就敢讲你的烂笑话。